问题二，你认为纪念品应该是在当地生产的吗？为什么呢？如果在旅游景点卖的纪念品应该是当地生产的吧，比较当地的特色。但是如果说是像在机场这种交通枢纽地方的话，可能就是会代表中国特色的所有东西，来自全国各地的都会有卖。好的，谢谢。